Hello， 我是子杰，今年25岁，舞龄10年，来自上海，跳编舞。不是。Hey。还有很多事情没做，绚烂的世界存在那么多的诱惑 ，But I 这次为自己做个选择，用最简单的方法诠释自我。仰起头，放下所有负荷，用肢体动作让你了解我的独特。沸腾的灵魂在我体内住着，哪怕人山人海之中，你看我是最酷的那个。挑战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踏上舞台那刻才能将我斗志激发。让我点燃这根火把，用那光芒填满梦想现实间的落差。我的队友们都在我身边。这就是街舞第5季第1期 Battle for Hope。